中部地区青年军庆祝七年级大会，中部地区青年军庆祝七年级，由青年军联谊会的总干事詹成建，由青年军联谊会的出席的青年军同志和各界的白兵有200多个人，会有上殿总统宣誓效忠，并且呼吁有志之女踊跃的报考三军官校和士校。掀起战斗行动报国的热潮，共同为反攻复国的大业努力奋斗。会后并举行了联谊餐会，以示庆祝。